大哥大，我只是慢了一点点，你也看得到我。哎，我该不要重来了吧？哎呦，烦呢，真的是很烦。这已经第几次了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啊，烦死人了！这次要快一点的，我已经不想拖泥带水啊！你赶快把这个给玩完，手榴弹什么也不用，直接放个火让你们去。好了，快一点啦，速战速决哈！什么东西没捡的，通通都来了。差一点，还好动作快。捡个这个瓶子，爬上去拿那个，然后再赶快下来。如果遇到的话，就直接绕路就好了，不管了。说真的，不管了。原来是你哦，想说自己都没发现。你怎么出现的？还有？还不死啊？这应该死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边走完之后，往那个房间走嘛？对，没错。对，就大概是这个地方。这边捡一下，然后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捡一下，捡一下，捡下这个笔记本，捡下子弹，还没遇到吧？还没遇到，我们就继续。捡药箱，有人来了，他来，他来了，等他来劈死他。我还不劈死你，小王八蛋！你这小王八蛋！猜猜猜！结束。呵，这次有点快，我觉得这次可以。干嘛？叫声小，不要乱叫啊！该捡的都捡一捡，麦考麦考麦考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差一点，那家伙还没来吧？没错，那家伙还没来。诶，我第一次来这边诶。注射器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啊，这女的在这里，要死。然后这边有什么？没东西。原来这里可以躲哦，不早说，弄得我这么辛苦。干，这边好恐怖哦。看这是怎样？别上门你 ！Again，Again， 又来了。到底要怎么解啊？这另外一个人的脑袋了。这应该是要插那种干净的脑袋。哦。大脑恐惧中枢。真的不会解，我说这个，这里，精神受创，有嘞，还蛮莫名的，扎到了，扎到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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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不要让我死掉，我要回去存档了，求求您了。东西捡完我就要走了，这边一个箱子，啊，没东西。
他书写中，一切应该安好吧？我觉得。哦，有看得到剧情。你要是能看到你的表情多么令人满意就好了，满意就好了。他拿刀欸，杀了他们两个。可以敲吗？My mind， 以自以为荣。好的，我觉得那家伙差不多要来了。不过我们先回去再说。这里吗？这边有具尸体，还活着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希望他不要再出现。Oh my gosh！ 妈的，死定了啦！在我后面，大哥，不要啊！哥先走了，说来就来啊，我能受得了啊？啊，不过他动作还蛮慢的、啊，他应该是追不到我了。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，你家在。应该是不会在短期间之内应该是不会再出现的啦。都遇到了，小废物。两枪解决掉。继续。这边有一只吗？这个死了，这边一罐，被他摸到是直接必死的。这样子我要重走会超干的，我觉得超干的。我告诉你，原来这边可以躲，他每次总是出现让我措手不及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到底该躲不躲。哇，存档存档，我要先存档，我真的不管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开锁一个了，先存再说才是重点。终于啊！先存档再说。啊，有点受够了这样子。好，再来。噔噔噔噔，有存档有保佑，太好了。这里我过过吗？这里可以开门吗？这里可以。话说这一扇门我进去过了没啊？好像进去过了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剩下大门的我们没有走过。哦，原来在这里。哎，零到九，干嘛？哦，看不懂。零到九，怎么会有眼睛？哇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边有眼睛显示欸，然后说这边有敌人在监视着我吗？不管了，我们回去刚刚的地方，应该是这里，是这里吗？说真的，我有点忘了、欸。这边有敌人，欸，那个转的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忘记那个转的在哪里了。两个的嘛，两个孔的。娃娃在哪边？不记得了，在哪里啊？不是这里，那会是哪里？那是哪里啊？该不会是这里吧？太小了，哪
时候冒出来的人啊？不是这里。失忆症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真难找啊！大的跟小的装进去嘛。好了，可以解了。听声音嘛。哎，他自己会解锁、哦。哇！妈的，吓死人了、哦！你确定这真的是给我拿来解锁用的吗？干，每个都这么恶心是怎样啊？原来第三个脑袋在这啊！哎，那就快啦、啊，那就好解啦、啊。哇，只有一半张脸而已耶，而且重点是他还会动哎。扎，失败。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成功。所以说这一定是必拿的，才有办法过的啊。OK。我就赶快过关才是重点，可以过关了。我、哦、靠，吓一跳。And why would they? Has the hospital been doing anything worthy of donation? The Victoriano family has always been a generous contributor. Where are your parents? 你的爸妈呢 ？When do you expect them?啊、哦，生气！你有什么想谈论的吗？无法提供你材料了。How dare you come into my home and threaten me？ 他把他杀掉吗？嗯哼，好，快走。觉得大事不妙了，最好是哈，这时候呢，又是吃拔辣的时间了。我最喜欢请他们吃拔辣了。等一下，这眼睛睁这么大，貌似还有意思吗？哇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，硬生生的，啊，不就我反应快？哎、欸，会死啊！干，不要啊！死路一条，你没听过吗？哎、欸，我只能到这里了，你不要再进来了，我求你，哥，别再进来了，哥！快点结束这个，快结束这场闹剧！不要，不要开门！哦，结束了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、啊。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刚硬生生往他脸那边贴超近的，差点就挂了。因为基本上被他弄到就是稳死。我要一存档，我不管了。是啊，你在等我、哦。我们现在强化东西好了，一万了，算了，我们存多一点好了，存个两万三万来学一下跑步什么之类的，啊，或者是把我们的鱼叉枪升到最高，啊，鱼叉枪升到最高绝对很爽，是吧？继续，升到等级五的鱼叉枪会有灼热，会有烧伤效果，好东西不学吗？好了，我们这边成功都解完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前进了。不管了，直接跑就对了。哇、哦！他刚往后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要往后看啊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感觉坏事发生了，哇，死定了！快跑、哦！啊！被抓到啦 ！Slice clean, all the way. 干净利落，一切切开。No cure for what I'm going to do to you. 对你做的事情是无法医治的。Peel.剥除剩余的皮肤，脑中的情绪，感觉要打 boss 了哦。怕什么呢？小东西。Pew，Pew， 哎呦。Ruvik，卢维克。
那家伙就是鲁维克。鲁维克在那里耶，在看着我。Hello， 他在哦，他在解剖这个猪哦，解剖这只猪哦，连狗也解剖。你这个小坏蛋，虐待动物，我要惩罚你。你虐待动物，我要制裁你，鲁维克。鲁维克 ，Hello， 在这里，我不祥的预感。有这么简单的事情？开门。哦 ，BOSS 战了吗？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各种记忆浮现脑海之中。BOSS， What the hell？ 来真的。这应该是打不赢只能逃吧，我浪费了我的剑矢欸。哇，越来越远了。哇，我该怎么办？靠杯啊，不能碰到线啊。我看这也太故意了吧！快点跑啊！有，是怎样？假人？哦，更多假人头 ！No！ 哦，还好有储存，也只能往前了啊！跑！哎！他又来追我了。各种逃亡啊！还要拿枪轰他是吧？哇！解一下，贪心，他应该没有那么快追来啊，我觉得。他追的他还蛮慢的，说真的。哇，他地上有夹子，要小心，被夹到就是死了。啊，知道怎么解啊？欸，他来了欸。哦，有出来了。哇，一次就成功，太好了。不要啊！哇，成功从他梦里面逃出来了，没有，从他的记忆到脑袋里面逃出来了。哇，光是站在这里，我就被他追杀好几轮。哇，他有什么特殊能力之类的、啊？这么丢啊！啊！卡在这里卡那么久，开门！哇，好美啊，向日葵耶！哇，全部拿火把在干嘛？杀了他吗？干掉他！我手上拿了汽油，烧了他。为什么要把他烧掉呢 ？Why was I led here？ 我们为什么会被引导到这里？哇，好美哦！刚刚在那么压抑的气氛，现在这里这么的美丽，哇，实在是让人觉得舒服。Laura， where are you？这又是记忆，卢维克在这里。I can hear you breathing. 最好是他看不到啦。他不是看到了吗？哇，恋爱呢？有钱的混账，收购我们的土地。哇！然后正在玩的时候被放火烧死了，哇，玩得很开心欸，快跳啊！哇，谈恋爱欸，这样子我也想要谈恋爱。啊 ！Hey, I think there's kids in there. 里面好像有小孩。
I didn't hear anything. 哇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着火了。What the? 哇，直接一场大火。我好像被烧伤了！我靠，这女的！啊，所以说他女朋友被烧死，他老婆被烧死，在那里，这是他的那个悲痛的记忆。他老婆，他的女朋友被烧死啊！我怎么上去？然后他就是被烧的体遍体鳞伤，就变自制熊组织啊！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了啦，跳不上去啊！啊、我要怎么上去？这个吗？啊，扣血了。哦，就那个自制熊组织嘛，《神剑闯江湖》里面那一个啊，啊，就打一打变那样啊，对不对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原来这是一个自制熊组织的故事啊，不说我还不晓得呢。然后呢？啊，不是啊，重点啊！你这样子转，我要怎么过？再转吗？好像不能再转的样子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啊，停了，停了之后呢，爬不上去啊。难个。哎，哎，哎，嗯。啊，什么都没有跟我讲。哦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我看没有啊，这个。再转一次吗？所以说不能转得太底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来不及啊！这哪来得及啊，大哥？哦，我知道了啦，靠腰嘞！嘿嘿，嘿嘿，我上来了，不要给我卡住呢！终于懂了些什么，爬出去就是了。哇哦！又是鲁本，鲁本又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的鲁本也不能对付吧？不对啊，这个打不死啊！现在是 BOSS 战的概念吗？说真的，他晃了这样子，我根本……你以为只有你会是不是？越来越多了。到底要怎么打、啊？哎呦，尖叫了！所以他死被烧死到这个地方，然后鲁本很伤心，把他带走了。愤怒，非常之愤怒。What the？你害我们变成这样！哇，出不去了！哦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我还以为下一个章节了，看来也是快的啦。吃点东西，你必须维持体力。
我的孩子。We have been through this. Sometimes I hear his voice. 在地下室。啊？我们居然来到这里来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原来这里有一个暗门。要走暗门吗？还是开门呢？开啊，出不去了。啊，走暗门可以走了，走暗门吧。门关了，轰！哦，结束了，第九章。好，我们终于结束了鲁本的章节了。卢维，他叫鲁本，本名叫卢维克吗？啊，忘记了。反正呢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第九章的章节啦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下方留言说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邪灵入侵再见了，拜拜。